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园艺疗法本身的一个升级版，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种方式，也就是种子疗愈里面呢，我们如何帮种子催芽，然后再植入蟹盆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是蛮精细，而且蛮费体力的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现在的蟹盆呢，种的都是一颗种子，发芽的种子，经过催芽的种子。那这一次我们实验的是红叶青江菜啊，总共做了120颗。那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觉得在百来颗的种植里面呢，其实就可以训练人呢，很多很多很疗愈的，毕竟它是一非常专注的一件工作，最少让人呢，可以暂时忘掉世俗的一些问题。OK，这是我们的种子疗愈的升级版，青江菜的植入蟹粉的动作咯。这是我们鸡伙伴，妈妈带的小孩。应该今天已经进入了第4天吧，那看起来其实鸡仔们对妈妈还是充满热情啊。这边你就可以发现一件很搞笑的事情，也就是鸡妈妈的亲生小孩呢，可能从小呢就跟妈妈一起生长吧，这对妈妈呢还是一样。粘得很紧，但是买的回来的黑鸡呢，对妈妈就没有如此多的向心力。那当然，或许他们已经习惯自己吃饲料吧。像现在这一只黑鸡呢，自己起来就开始吃饲料，它已经不像这些妈妈亲生的小孩一样，从小就是跟在妈妈。旁边只要妈妈一啄东西呢，他们就冲过来吃饭，这是很大的不同点。总之呢，观察了它，4天以后，觉得鸡妈妈是很伟大，那每个小鸡呢，也有它自己独立生存的一个方式，也都功不可没啦。OK，这是我们家的鸡伙伴。的第4天的生长情形咯。这是咱们家的荔枝，到现在为止呢，还有2颗的果实还没有完全落果，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呢，结成荔枝呢，给咱们家的女主呢，好好的享用一下，加油咯。从前天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整理果园。也就是夏季的一个割草动作啊，春季的割草割了一次以后呢，现在是夏初的第一次割草，那从前天就开始割，到昨天呢，终于完成。原本计划今天还要再继续割，但是因为下雨嘛，那今天就轮空，OK。那我们继续行驶我们的农场，OK，走咯。这是实验菜园子育的豇豆，红皮豇豆，已经结果了，终于让我看到它的果实。那花儿呢，倒是不少，但果实呢，今天算是见识到第一个豇豆的结果的状况。OK，我们再看一下我的丝瓜还是一样，进展缓慢。那今年呢，丝瓜可能就欠收了，但冬瓜呢还不错，冬瓜继续奋力往上啊。这边看起来呢，冬瓜好像要即将要开花挂果的感觉，因为已经看起来有花苞的样子啊，这应该是它的花苞。OK，这是我们的实验菜园子里面的。豇豆，已经发现有果实哦。好久没有介绍你这个小黄瓜，其实我们家的小黄瓜已经开始挂果了。
而且已经采收过一次，但是我一直忘了来拍摄它。今天呢，可能也要来采收一下，否则呢，它就变成大黄瓜而不是小黄瓜了。OK， 这是我们的小黄瓜，今年呢种的还算不错，明年呢可能还是可以考虑继续来种植它咯。OK， 这是我们家的小黄瓜，已经开始收成咯。